你是欧阳，靠近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欧阳，你贪赃枉法的代志，您本来要叫朱棣审问你，啊，不过朱棣阿公顶个审问你的时阵，你甲呛声讲你是丞相，除了丁义外，无人会当对你动刑。所以顶决定，今仔日亲身审问你。你想是老实讲，啊，若无你陪殿下按，您绝对袂手软啊！皇上乃是一代明君，对丞相用刑，国家安全讲嘛，毋是啥物好事。而且后代史学家嘛，毋知会安怎记载这段，所以为着皇上着想，臣绝对袂用咧破坏皇上的千古名声。心嘛，绝对袂予皇上有机会对臣用刑。上好是安尼，朱棣，家你查到证据，一件一件讲出来，您自有公断。是。先生。这是你伫泰州省案门口警民政部证的资料，你看得清楚，是毋是有啥物错误？唔免，苏皇子，必须相信苏皇子，无可能用伪造的证据来诬陷微臣。你也是看得清楚，到尾到时阵，你有话头讲。苏皇子，迄天审理的时阵，虽然讲各种言无效果。拢显示，所有所扣落来盐税，拢流向相国府。也毋过，并未当证明是微臣贪赃腐败。搁再加上周守信，还佮徽州、徐州的盐务使，因所讲的话拢是一面之词，更加无法度证明是微臣贪赃腐败。好，那先莫讲这少波佮徽州、徐州盐务使所讲的代志。只要一笔账，20万两银送你去相国府，对总管签收的账，你要安怎解释？无用，你想是老实讲，拄仔听讲话，你应该真清楚哦。你是真清楚，迄天就是为着这笔账，你臣莫名其妙告苏皇子，拍你大白板。苏皇子，你是已经讲过。所有的账入去相国府，都是臣的下骹手人签收。臣入每一笔钱，拢这么清楚。这是辩解之术。迄天我伫泰州审问你，你甲我讲买税的代志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即马人已经转来京城，而且邮箱嘛去互抓起来。欧阳，我想你是想要知影。杨兄是安怎讲？我李行下船，谈杨兄就等。嗯，来啊，谈杨兄。是。错评杨兄，靠近皇兄，靠近四皇子。杨兄。你甲欧阳啥物关系？启禀皇上，初平是相爷府的财务总管。朱棣，开始问。杨兄，这个人你敢识识？伊正是初平的主人。林德坤所送的20万两银，敢是你收的？启禀四皇子，初平唔捌收过啥物林德坤送来银两啊。这顶面所签的名，敢是你签的？这是我的签名，无唔对。吴兄，你即摆装笑啊？你签不签字，阁唔承认啊？启禀皇上，初平是捌收过一笔20万两的银两，
你先退啊！夏洪兄，这洪安一向清廉，李信良甲朱棣拢真侮辱伊，何勇敢讲是交予伊。
那你看起来吴勇讲的应该是真的哦。恩主送你吧。皇上有旨，选皇子朱宋进谏。选皇子朱宋进谏。李行叩见吴宏。唔是啊，叫你啊，你真好斗，叫你个强娶民女。吴宏，李行真是唔知影吴宏是啥物意思，更加唔知影李行啥时阵强娶民女。啊，我唔承认。伊在泰州强娶民女林月瑶，安怎？敢承认哦？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里万里袂变卦。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伴。伊在泰州强娶民女林月瑶，安怎？敢承认哦？傅宏，你开始玩弄李行啊？其实这件代志，相爷是上清楚的。傅宏会当直接问相爷。你意思是讲，是欧阳叫你安尼做的哦？哎，主宋，真正问你，对你讲。是傅宏，因为我拄只李行已经讲过啊，这件代志是相爷上清楚，傅宏也是直接问相爷会比较好。欧阳，讲。和平皇上，若要问到这件代志。请皇上先选大皇子上当。阿诺，这代志跟有关系哦。选朱标。皇上有旨，选皇子朱标进谏。选皇子朱标进谏。李行叩见傅宏。林良先起，下傅宏。相爷，即摆阮大兄已经来啊，你会当开始讲。启禀皇上，这件代志其实是一场误会。当初是林大军，你家己欲将因家的百年古药池送予李皇子，而且佫讲，这是要予因查某囝林月瑶的嫁妆，伊都表示讲。要将因查某囝嫁给李皇子，后来是因为大皇子改日林大军上头为难，所以想要悔婚，这应该是林家背信在先。李皇子只是为着要争取家己的权益。伊并无亲亲，我并无扰民。主票，吴勇讲的，敢是事实？贵公，代志经过大体上是如此。但阁如何？李行是真心介意林月瑶。真正有影是哦，林良的后生，竟然为了一个查某母囝呢哦，你又阁有啥出脱啦？啊？看你啦。甲傅宏抓到这尔受，真难怪嘛！你明明知影我甲伊电话聊，你搁挑拨我要抢，想甲伊抢？好啊，兄弟！你真正的先出去，先出去！夏傅宏，离心告退。洪安，叩见皇上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明信，夏皇兄，洪安，你敢知丁翠来什么代志？臣已经知影，臣特别早来督察院的日记簿，请皇兄过目。免过目，了无丁听到？是，皇兄，吴丞相确实有一笔来路不明的200,000银票送来督察院，请督察院清查。你敢确定那200,000是吴勇摕去的？臣不敢欺君。洪安啊，啊你真正有影是的，袂较早讲的。启禀皇上，依照五条的体制，送到
杜灿仪检查的案件，若是无调查清楚，是无需要禀报皇上的。神是依法行事。你依法行事，您反正较顶当啦，啊！神不干，神奉请。皇上，神确实是冤枉的。冤枉？你这冤枉安怎？所有证据哦，都证明讲遐严肃。拢走恁家去啊呢！你要来解释？皇上，耶稣话的物证，所有讲法拢是一面之词，不足采信。神即使重处，危在机要，真确实有真多机会会当赎罪。严格身体皇上办事，别当假受受贿赂。安尼多年来，先确实常常有收到一寡来路不明的金钱，但过神都唔敢施展，当交去杜灿仪这个部分，杜灿仪应该拢记得。启禀皇上，吴先生确实有多处交交银两。伫遮。洪武元年七月，交缴2000两；十月，交缴4000两；洪武二年五月，交缴16000两；十二月，交缴8000两。这后壁数字就搁较大了。那这笔就是洪武八年四月，交缴60000两；十二月，交缴50000两。那这数字就讲较大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免讲啊。无你代志，你先退啊。是，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微臣恰当忠心，为主为国。皇上却怀疑微臣贪污受贿。高天佑你，皇帝威龙，世不忍；下毛为你，义不对。皇上对臣，顶顶加薪，怕个赔几万岁。欧阳，你敢真叫这么好？吏部侍郎李君，户部侍郎刘新龙，叩见皇上。平心，谢皇上。你讲恁两个走来交什么？皇上，臣是听讲皇上要亲自审理吴新祥贪赃枉法一案，特别来作证。正好，有啥物新的证据，紧讲。皇上，这本是为洪武元年开始的吏部考纲资料，内底有记载吴新祥所做过的职务，内底拢是伊如何帮助百姓，所以每年的考纲拢是优点的。亲像洪武三年，阮北大水灾，伊防止去赈灾，伊嘛家己出10000两银出来帮助百姓做衫裤，啊，佮有洪武六年。好，啊你嘞？皇上，户部资料，相爷历年新奉三奉之礼，拢管在做善事，这里拢记载。飞机啊，来这写啥？回武奉，这内底确实有详细记载，这何为用甲伊三分之二的新奉管在现场。会包括上百旱灾、正东的水灾，啊，搁有京城、兴宝大殿翻修、昆仑宫御书房，这大部分拢是侯勇伊所管的。好像
百万欧人入市，国库连军备，还佫有朝臣的身份，拢无法度支付。心上封印，偏爱无得条条，魂有解路。皇上，上爷今仔代志，你是唔敢讲，但实情在此，你在目，若要讲上爷贪污。 你是不是拍死嘛？唔相信？好啊，一定会无代志啊！停腿啊！下皇兄，已经告退。哦，皇兄，你是靠安怎啦？皇兄。 别笑我了，好用，你别笑我了。哎，顺雅。 今麦感觉啥款？有要紧无？无要紧。虽然真痛，也毋过真有价值。但今麦皇上甲朱棣一定在烦恼，要安怎安大我？这我拢有听讲啊啦。本来我搁惊到要死，想讲哦，你无法度过这关啊啦。想袂到你今麦平安无代志，啊你敢会用甲我讲，你是有啥物通天的本领啊？无啥物通天的本领，两个字。 设计，自我开始做官，收到头前比意外之财开始，我就算准准会有这一天。我早就下手报告，即马赚了这么多报告，已经收到效果。即马皇上甲朱棣因爸仔囝两个人看到我，恐惊连头拢打袂起来。啊，你是安怎报告的？我对做官的闭关，早就已经无我认识了。 遐那成钱咯，钱是做甲几山平嘞，也毋过我未贪心。我早就已经将后路拢铺好啊。我每收到一笔钱，先留一半给朱嫂，然后半三分之一送去督察院。我就对因讲，这是来路不明交乌色的钱，我袂用来收。且督察院收起来，因的记录在案，对这来源，也毋过我若无告。 根本就查袂出来。等下代志发生，因一堆一查，结果却发现讲我乌龟勇是一个为官清廉、尽忠职守的好官，更加是一个热心好心的好人。敖啦，敖啦，你是来做敖想的呢？凤仪啊，你看，上爷哦做代志千无远路，料事在先哦，这才是做大代志的人。 你安尼无要无见个性，爱改啊啦！阿娘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边的太子之行，害你有真大的改变。嗯，唔相信，会当问相爷？咁真实嘞？真实嘞！李皇子即摆伫个太子的表现，确实有影真好。李皇子，只要你会当保持安尼长久的心，绝对会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。 相爷，你为祖宗所做的牺牲，祖宗骨卡那个嘛无可能不感觉。所以我即摆已经决定啊，我要有一番的作为，从今日开始，一切我拢听阿娘，也佮有相爷的指示，为前途宏伟来努力。李放心，只要有我的协助，在这场风声浪火大内面，你绝对是最后的胜利者。 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伴。不对啊，拢你啦，代志不要查清楚，是啥货啊？顶某民主拢写了了去。你先记错。嗯，啊，恁爸仔囝嘛较拜托的。嗯。啊，这件代志，恁讲到这尔严重，敢若袂输天要崩落来嘞？嗯，讲欧阳是好人，恁误会伊哦。 这个怕死我嘛不相信啦，我看是恁爸仔囝吼，拢叫欧阳设计去啊。
大伯，这欧阳哦，自太久开始哦，对你收阿弟见面嘞。看过伊的人哦，就敢那丁朱德一挂，还有高斌甲朱的娘啦，伊是要找人串通脱罪哦，嘛无迄个机会啊。我再讲哦，都出院，李伯还佮何伯记载啊，无可能是假的啦。是李行，受过少年，受过莽撞，插案，受过啰嗦，才会误会上爷。哎，这声是安怎叫好嘞？咱平家两个人哦，只甲讲一届，讲迄个尻川桥要拔开伊啊！伊若真正有罪哦，迄个准拄煞。啊，偏偏哦，咱平家冤枉，吼，我想袂到，伊偷偷关银两。连技师帮你修理的时阵哦，伊嘛关银两哦，真正有影是。大哥，这下是不是受伤了？你怎来问我哦？哎呦，安尼你就问对人啦。我阿你讲，那是以我的个性，我若是拍唔对人的时阵哦，我半暝半就去共回事嘞。啊，不过嘞，我若是拍唔对欧维勇哦，我感觉哦，若无照三顿佮我推落去哦，我自然足唔甘愿的啦。哎，但是恁爸仔今日对我讲来讲去，就是讲恁误会欧维勇嘛。啊，这件代志若无处理，啊，恁心肝嘛袂调直对无？就是啊，无我看你敢爱走一撮。不有意思，是爱李行向欧义勇回事了上。嗯，这不是我意思哦，是恁父王的意思哦，是伊歹势讲我替伊讲难了。所以你这摆去吼，唔那是甲回事的，你还佫代表恁父王爱较慎重的，阿要哪做？你应该心肝内真清楚啦。李行知影，多谢母爷。相爷，你为祖宗所做的牺牲，祖宗佫哪能讲嘛？无可能无感觉。所以我即摆已经决定啊，我要有一款的作为，从今日开始，一切我拢听阿娘，也佮有相爷的指示，为争夺皇位来努力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的协助，在这场风声灵火斗内面，你绝对是最后的胜利者。相爷，啊，阮母阿囝哦，就伫遮先甲你说多谢。相爷，杨兄，什么代志？相爷，四皇子来啊！这个小囝总算是来啊！啊，恁店家无方便，杨兄，传去回避一下。是，杨娘，李皇子来面请。四皇子留下。李行。靠边，不好的。相爷，别内，相爷，你有兄弟在啦。心慌恐，不知影心哥犯了什么罪。相爷，那你讲，无人讲你有罪啊。不过，师傅你太子，敢是搁要借我迷信？代志真相调查清楚，就一起用水对上爷打脸，我才较认定啊。所以今日专工来向上爷请罪，请上爷接话。错错，万万不可！上爷，这些错误拢是我家己造成的，请上爷接话，阿兰，我会安心。永远不是不能话的人，有都是不提价不做，四皇子何罪之有？天都是四皇子以皇子之心，为永远认错，挺身受这个气度，为永配合。天都是相爷气度，和我配合。啊，不过今日不管哪讲，相爷一定要处罚我。相爷若无处罚我，就表示。相爷不爱原谅我，四皇子这句话是要对伊讲起，为什么哪会如此呢？相爷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，才无愿意动手？抓不出事啊！难得请相爷动手，这个主题
确实有影真无简单，硬要逼我动手，我怕也毋是，无怕也毋是。相爷，主弟在等你。就请起，阿相爷，这边哪当尊上呢？你哪会无尊上？苏红珠，你怕我怕，阿不是伤着你，就是伤着我，对两人拢无好处。苏红珠若是真正要赔罪，不如用较实际的方法。实际的方法，我用听你讲。小南门内家新郎子的腰身真好，会当养伤化血，这正是美容即马需要的。苏公子，你看安怎？会好啊！我即马开始教你身体护安，我大公拢请你去新郎子吃腰身。安怎？苏公子，敢讲我用那伤好，都袂当教掉苏公子啊？做者不讲唔对话啦！哦，阿妈一定够狂啊！我就听就听啊，听啊！嗯，我别话了。好，阿奶。哦，赶快就听呢！哦，哎呦，阿奶哀哀叫啦！可见哦，你即摆去泰州哦，是甲你添加的一个好家个未分会。你才知影哦。泰州哦，叫迄四个兄弟啊，不敢咧蒙恩散步啊。我若无去哦，代志就我来收煞啦。哼，安尼上大个。哇，哎呀，即听即听，哦，哦，已经足细啊，还敢安尼无声声调，无规矩卖哩。我好啦，我啦，卖收起啦，无下卡下卡啦，吼。算了。嘿啦，算啦。哎，喂，大哥，别想看卖。是老朋友哦，真正就是老朋友啦。万通代志哦，咱算到准的。哎，为了什么什么燕子飞来，到迄落吼小白干，到迄落苏宝盆啦，和咱的红柱哦，大家呢，真正要来作顺的。你即马才知哦，哎，人心机妙算的，是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，人拢算到准的。无哪有在条做咱的大国事，对吧？这块吼，不是人凊彩当做的，我你讲。对啊，好夸张，伊是活咱这边的。阿叔哦，伊若真正想要翻咱大明朝，我这个位嘛坐袂久啊。甲大你才知，我阿你讲啊，后摆你尽量吼，着甲阮新的老爹行声，替你分忧解劳啦，莫一直共派出去啦，知无？亲像安尼哦，母家可怜你皇帝呢，连用人都袂晓用，你实在啊。哎呀，即摆哦，真可惜，迄珠宝盆哦。到即马，搁找袂着。啊，伊个四个兄弟啊，愈打愈厉害啊！真即马上完了就是，到时阵百姓哦，东道迄当阵什么，诶，玄武门之变哦，我上不爱看到这个情形啦。哎，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都是人的本性啦。啊，这个时阵哦，你都看得出来，什么人较消贪啦？也毋过讲罔讲吼。四个囡仔拢嘛是你亲爸当生的，啊，若真是得较足厉害吼，有啥物三长两短吼，我看吼，你还是赶紧把咱生的叫回来啦，知无？嗯，袂用啦，啊不到时阵。啥？即马可还袂到时阵？啊，你真正大家拢总抬起，到时阵，我跟你讲，到时阵哦，就气功去啊啦。唔是啦，我是讲哦，诶，因为老片老的金龙内底哦，还有一个上尾的结石还袂用掉啦。还佫有一个结石，什么结石？我对老朋友哦，叫较早立体军，互因迄几个兄弟啊哦，莫阁继续咧搭落去啊。阮先咧就是安尼讲。嘿哦。嘿，安尼好啊。你是咧好安怎？当然嘛好啊，你甲想看卖。
第一好，就是因为你若较早认天君呢，吼啊，这个人就做皇帝啊嘛，对不？啊，剩的三个就安分守己啊，因就死心啊，啊，该做皇帝做皇帝，啊，伊起码就开始参悟政事，啊，无应该做皇帝，你甲派去做，啊，个人拢有发展，那毋是足好个？哦，啊，第二嘞？第二，第二好，你就少坐嘞啊，臭头啊，红。你甲想看卖，你自拍天下开始哦，逐工拢足无闲，安尼劳心劳力嘛，对无？哎，拜托个呢，你天拍的身体嘛未堪要三日来落屎对无？而且你搁食老啊，嘛总是爱啉老啊，所以吼，咱就赶紧立天君，啊，伊较早做皇帝，啊，咱两个通啊晓受咱后半世人，对无？哎，大阿婆，哎，听起来你早都已经安排要过皇太后生活了哦。哎。哦，敢那袂输我足小贪的嘞，我是咧替你设想嘞，无卖讲啦。哎，好啦，大阿婆，卖生气啦，该讲生笑啦。讲笑了嘛，生孙啦，讲笑。好啦，立铁棍的代志哦，我会慎重考虑者哦。阿舅，看娘娘。起来，小妞妞。我问你吼，阮先呢，啊恁叔兄要去北平进前，有甲你交代什么无？哈？无啊。真是无，你想看卖啦，哈？真是无啊。哦。除了。除了啥？除了迄个金龙啊。哎呦，莫搁讲迄个金龙啊啦！即摆到阮臭头翁哦，若听到迄金龙哦，变变的实实叫一粒头两粒大。娘娘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恁叔兄要走进前，啊，是咪留金龙落来？啊，讲叫阮臭头翁在照金龙的代志去做。结果，阮臭头翁提什么珠宝盆呐吼，啊，要测试因这个皇兄皇弟哦之间的什么相残的代志嘞？果然是去予恁叔兄聊到啦。起码吼，佮讲要叫皇兄立太子，你甲看。这绝对搁较大条的啦！我用脚头去想，我就知影啦。啊，恁叔兄哦，啊无老公哦，啊若代志发生的时阵哦，啊是要哪解决？所以我足烦恼的。阿雄，啊你有啥办法无？我嘛唔知道要安怎。没有。除非这摆互相下只叫阮叔兄回来。我早都安尼想啊啦。但是吼，咱嘛要替阮臭头翁小想一下，伊替阮廖某某放宽进前呢，啊，甲迄个恁叔兄派去到北平去监督军事，啊，即卖用佫甲调转来，安尼伊伫阮廖某某放宽面头前，迄条头敢担会起来？所以吼，你这步未通啦。阿秀，大代志！往来，靠给妞妞。起来啦。谢妞妞。我是喊较大声，细声是啥代志？妞妞啊，这大大皇子吼要回来啊！日日夜夜心思念，千年万年袂变卦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伴。妞妞啊，这大大皇子吼要回来啊啦！主人，哈，啊人呢？妞妞，因拄回来啊，随要到啊啦。哎呀！对嘞，我听阮臭头翁讲，伊就差不多一个月才会当回来，啊，那这么向我送回来。阿秀，红来爸上来呀！嘿，我想我来呀啦。哎，嗨，红叫你娘啊，啊，你也是这哦。大叔，李行主任靠近母校。平路新南靠近母校，娘娘，紧起来。谢母校。谢红来娘。哎呦，回来啊哟，主任啊。变较乌呢，哦，较有大人款哦，辛苦嘞吼。哎，讲甭讲哦，阮厝的呢当平安倒转来吼，拢是你的功劳。我安尼青帮白帮哦，雄雄叫你去泰州保护厝的啦，啊你竟然吼伊安尼平安倒来，真正是努力多谢感恩感谢呢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啦！妞妞啊，你们真尔客气啦。哎，其实若要认真讲哦，哎，回想我这边哦，去泰州保护大皇子哦。嘛是无啥尽到我的责任嘞，我差点死哦，都害大皇子哦，迄头颈站起来了，啊，我对伊也嘛足歹交代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来啊，家己去抬。娘娘，我放假。我咧甲你讲笑的啦，起来啦。
夏娘娘，出门在外吼，硬硬的碰到代志，啊，就会当解决就好，人就平安倒转来，不是尸体倒来啊，对唔？母后，请受礼贤一拜。嗯，好。哎，啊，啥代志用讲的啦？母后，礼贤吼，这个太久之前哦，经过这侪艰难，啊，不是师父甲我保护，甲我斗三工吼，我可能一世人无法度到那样见一面。母后大恩大德吼，立心铭记在心呐，一世人拢袂放袂记。诸位，来，起来。夏娘娘。诸位呐，啊，你甲咧母后吼讲什么恩啊德啊，你都已经叫我母后啊，对不？而且恁这皇子吼，拢是皇上亲爸当生的，我同款拢爱照顾你，哎。你是唔通因为讲吼，我派大师傅啊去泰州保护你，就我对你较舒心哦。我是大家拢总同款哦。卡苏连讲哦，你若是做唔到代志哦，我同款来叫恁父王啊，把你拖出去处罚。母后驾驶吼，你是永远拢袂放袂记。这个囡仔咧教了袂歹呢。出去了哦，敢若有读册咧，还讲迄落四字的大恩大德啦，什么母孝家师啦，什么什么，真真好呢。真好耍，四字我最好讲的啊。好，客病悠悠，病症本人任无医生，不必久留，就此告辞，回转皇家时。哎，叫一日，病症告退。哦，你好哪甲倒退？当作咱讲四字就能走？卖安尼啦，少参详一下啦。哎，我这摆来甲郭师傅，就是要找阮婶咧参详代志。啊，阮婶咧无伫，吼，拄仔撞到你倒转来，这就是天意，天意，你知影无？就是表示你要辅助大明朝啊皇帝，特别是皇后。所以我来甲你问啥，你来留咧，互我问。诶，这来啊，甲拖出你台。这我最爱的啦！对对对，会当啊，让妞妞来问我代志啊，这是回想我的英雄。啊，既然讲呢吼，啊，回想我就谈这个郭师傅哦，加交流几下。好，安尼哦，决定要留落来。嗯，安尼我有代志就来找你。哦，啊，因为恁对太久长啊，啊，大家拢足忝的，啊，你先休困一下，哈。好好好，我来走啊，哈。这是阿弥陀佛，我足给你加持。哦，对啦，我就咧等你这句阿弥陀佛。哎呀，爱卿若是有闲吼，就去跟恁父王啊，啊，小请安问候一下，知无？我知。好，我来走啊，嘿。哎，江上牛牛，江牛牛，江牛牛。哦，好咧，家仔吼，这大脚步哦，总算是走啊。啊，若无伊卡袂中哦，就想要甲回心我哦，咧剁头咧，我没有惊死。师傅啊，嗯，我替你讲你的心内话哦，这叫做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啊！嘿，你真巧王来。对啊，大王子，你这一路一定足辛苦的，啊，若无你先休困一下，我替你泡一锅茶。嘿，啊，想免啦，我只挂念母娘尔，我想要关灯看伊，啊，人工有闲吼，再来告师傅教药。今日呢，哪里我就无劳啊。唔过是吼，是咪？紧就转来，啊，代志办了安怎？娘，你是讲林家血案是吗？我唔管林家血案啦，我是讲你有找到林姑娘无？找是有找到啊，遐唔过，遐唔过，啊，遐唔过安怎？讲啊，新兰，你讲。伊遐去找真侪最后记着我娘姑娘的人，啊，不过伊拢讲叫伊遐莫阁找伊啊，就算讲找着，伊嘛袂甲伊遐见面。你是讲你无见着林姑娘？嗯。那呢？做乜笨的？无找着？阿娘，阮千辛万苦才转来，你竟然敢来关心做乜笨？我当然关心做乜笨啊。那是咱成败关键呢。你找这么久啊，你敢会记得你找林姑娘？你拢袂记得珠宝本案？阿娘，虽然我袂找出来，也毋过我想过啊，珠宝盆哦，可能伫珠宋遐啦。伫咧珠宋遐？嗯。你凭什么安尼讲？我认为哦，虽然珠宝盆有可能伫外窑遐，也毋过哦，假使哦真正伫外窑遐，珠宋哪有可能遐尼简单地放伊煞啦？所以我判断哦，珠宋可能得到珠宝盆。
啊，是安那？是朱爽嘞，啊，唔是朱标，还是欧维勇？因为用心计较，想要得到朱宝盆的，就讲欧维勇甲朱爽两个人啊。啊，欧维勇即马去予朱棣抓起来，身躯也无朱宝盆啊。而且哦，父王要离开太久的时阵，大家拢伫个，有甲朱爽无伫个啊。阿娘，你想看卖？伊来太久，甲代志母仔遮尔大条，为了啥？为了朱宝盆啊！伊敢有可能无得着朱宝盆就做伊走了？嗯，你安尼讲嘛有道理嘞。可能朱宝盆哦，真正伫个朱爽遐啦。啊，对啦，你父王给你的令牌，还有伫个身躯边无？有啊。好，你即摆用这个令牌去调动义连军，去朱爽王府搜查。搜查朱爽王府？刚好，阿娘，啊无进无故，敢若兵半段就要去人搜查，迄代志会闹大呢。你无安尼找哦，你哪知影？这个珠宝盆是不是伫咧朱爽的手中呢？也毋过，也毋过吼，假使讲我判断唔对咧，迄外妖吼，家破人亡时阵，佫有才调摕100万两出来，无得卡珠宝盆伫外妖遐咧。哎你呀，哦。你即个为泰州转来哦，变得较巧，较捌代志哦。无啦。啊，不过阿娘也是希望你带兵去搜查朱爽的王府。阿娘，我你唔捌对无？嗯。阿娘趁这个机会哦，甲你教。你派兵去搜查朱爽的王府，其实是要做你父王看。你想看卖咧？林家的黑暗，迄朱爽本来哦就是可疑的啦。啊，不过哦，等转去应天了后哦，迄大家安尼一乱哦，伊都敢若无代志共款的。所以你家去哦，会当提醒你的父王，让伊知影朱爽甲林家黑暗是有关系。